们第二站来到第二站啊，来到这个南屏山空中堂啊，这是我们的组长刘组长，是我的第三领队黑令旗手哦，最厉害的。黑令旗首先进场，空中堂端香如手，展开法式迎接。双方的端香如手，互相致意。有功端香炉手迎接本宫神驾，神教向地宫致意。黑令旗手端香如手，展开拜庙法仪。以身端鲜花素果进入大殿，神教行拜庙仪式。神教先向土地公致意，
人工圣驾发轿，准备进行拜庙仪式。抬轿者踩着马鱼脚步，在大殿前巡拜庙宇。神轿进入大殿，圣驾大轿进行拜庙仪式。进入大殿，在大殿内展现精彩的画面。精彩的一刻，年轻的抬轿手活力十足，空空堂大殿内空间宽敞，赖主委引领着干部及信众在神龛前上香。森林宫全体干部信众进行团拜。上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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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优，在小优，关小优，张小优。赖主委攻读著文。全体人员向济公活佛及诸神行三鞠躬礼。双方干部亲切的交谊。感谢有功的盛情接待。准备回家啦！现在离开空空堂了。回家拜别仪式结束，我们又将前往第三站点。圆满结束了空空堂的参香，
明年再见啦。